活了十几年的麻辣香锅总算开到新加坡了。除了麻辣香锅，听说宫廷里还有超多值得一试的招牌菜。宫廷里的麻辣香锅可以让我炫两碗米饭。新妈不要冲动，还记得你的减肥计划吗？麻辣香锅采用扫码点单的方式，选完菜之后还会端上桌确认。他们家用的是贵州东龙椒，色香味俱全，一炒就香味四溢，快被香晕过去了。我们还点了炝锅鱼，热热的油淋上新鲜的鱼，香的糊了，团嘴的蛙和米饭简直是绝配，一口两口三口，先吃为敬个。毛血旺的配料很多，广东人新妈也尝了一口，太好吃了。贝勒爷炒羊肉很符合新妈的口味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新妈不要忘了你的减肥大计啊！干锅丫头简直就是下酒菜首选，老火卤味深入骨头，新妈是越嚼越香。他们家还有无限续的五常大米和酸梅汤，绝对值得独孤游园，超级满足。干杯！